我不同意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，我认为全球化是不可能被按下停止键的。我也想通在人大的这个场合大声呼吁，大家对未来经济全球化还是要坚定信心。就四月份开始，我们整个影响在逐步的恢复，我们更努力的去开拓全球市场，我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，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。